深呼吸。这位小姐姐说话了，声音怎么这么高？又一集。哦，这声音好像像尖叫鸡。群魔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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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比较严格哇，厉害！还有，严重拍的失误。所以 boss 们难道真的不打算花一点点钱买个喇叭吗？你们怎么这么笨？买个锁呢？然后回来我们的应援物喇叭。好笑。B 字喇叭。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让一人提一个那个喇叭就行了。哎，我觉得 B 字喇叭很好，你看它是 B 的。从这儿说话。这个树就可以拿过来，然后啊，一人举个喇叭。拿过来之后就成了个屁了，不要等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他当时根本不上网就已经了。当时就加我哥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像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。其实他，我已经预测到要说什么了。这个是，这个咱们看过吗？我天哪！对网络知识上，当时真的捂脸懵，你看这样那个懵。当时还是三 G。当时咱们真的没有接触这个。明白。咱俩也不知道。哇，真的是笑死了。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也是2019年我们成长计划收获了一个成长计划里的一部分。现在这些用语就传播的太快了，就是你说他一说，哎，我就全知道了。毕竟我们对全对八 G 嘛，要不然有一说一，有人不知道就感觉自己有点 out。只好真情实感的跟 boss 们说，以后我们少用了。有一说一，我们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大能的，这样不太行，这样不太行，okay， 不太行。让我看看，我们现在要降降速了，从8G降到我觉得5G 就够了，五 G 还好，5G 还好，那我们就以后，哎，只能这样了，对，少刷少刷图，哎，好，多看点正能量的语录，正能量语录，姐加油，是什么？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我感觉 boss 们真的有惊喜来看刘这是什么呢？这是，为什么突然变了个风格？这首让我想起了狗明瑞。榴莲那个什么吗？这个海盗船，这是汉江，汉江。哦，这三个真的是，这是我和狗，我俩一块去打篮球。哦天哪！这是在哪？丽江。龙猫啊！这是在昆明，昆明。对。想哭了。这是咱们的海边。这是哪儿的？就在北戴河。北戴河。对，就在北戴河拍的。Oh my god！ 北戴河？是啊，就我们哥们。对对对。这也是北戴河。这是 Oh my god！ 大了。北戴河。真的是一起真的好多人。嗯。还有。然后 boss 们就把我们，然后 boss 们就把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时光，然后巧妙的精简下来。对。然后觉得。精彩的这个视频在一起，然后再配上最后我们的片尾语，就是概念片里你回头一个总结。以后真的啊，统领全文。以后你来剪我们概念片了啊。三二一，哒哒哒哒，秀动 boys are。